Hello， 大家好。iPhone 呢一直是手机行业的标杆，今年也是照常发布了 iPhone 14系列。屏幕前的小伙伴有用过 iPhone 的吗？用过的扣个一。最近呢，我看到各大科技 UP 主也是陆陆续续更新了他们的 iPhone 14测评视频。今天呢，咱们也是紧跟时事，跟大家聊聊这款初代 iPhone， 来大家了解一下苹果这些年的传奇之路。15年前，初代 iPhone 发布。那个身着黑色高领毛衣的男人向人们展示出这个小巧的智能手机时，可以说震撼了全世界。3.5英寸显示屏，熊猫配色的机身，在同时代都属于鹤立鸡群般的存在。它的竞品是摩托罗拉、诺基亚、黑莓这些经典的全键盘机型。有的年轻的小伙伴可能都不认识这些牌子。哎，时代的眼泪啊！还记得当初有人卖肾买 iPhone 的新闻。10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？iPhone 还能用吗？能，但只能用一点点。首先这个 SIM 卡就直接劝退，硕大的卡槽已经无法固定如今小巧的 SIM 卡，打电话发短信就不要想了， App Store 已经无法连接，看了一下第三方的 App， 至少需要 iOS 9以上的系统，我这台呢最高只能升到 iOS 5， 能用的只剩下相机和音乐，相机没有对焦功能，还有这个像素确实比较低，只有200万像素，随便出图，自拍就更不要提了，它是没有前置摄像头的，音乐还得通过电脑的 iTunes 传输，哎，也比较麻烦了。这里就给大家听个响。简而言之，如今的 iPhone 就是一个能拍照的 MP3， 而且续航堪忧，充电1小时，听歌30分。估计当初卖肾买这玩意儿的人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尽管如此，当时的 iPhone 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行者。它与其他厂商区别最大的体验就是屏幕，改变甚至引领了未来至少15年智能手机的交互逻辑。机身正面只有一个用来返回主页的 Home 键，剩下你需要做的只是触碰屏幕就够了。更大的触碰显示屏可以让众多应用显示在同一页面。想做什么指哪打哪儿，还有放大图片只需要2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能完成。你现在看可能没什么感觉，但是在功能机上想完成这种操作可是非常复杂的。正是苹果这种高效直观的交互逻辑，也为日后软件开发铺好了道路。可 iPhone 2G 明显是一部领先时代的产品， 2G 的网络和落后的生态完全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。要知道2007年大家都还在用短信发信息呢。最近是否开心，工作是否用心，朋友是否知心，恋人是否真心，如果一切都顺心，举手画颗爱心，化作天边恒星，祝您永远开心。直到2008年，苹果开放了 App Store， 以及 3G 浪潮的到来，生态以及系统的逐渐完善，才将 iPhone 推至顶峰。这里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热知识 ，App 一词即 Application 的缩写，最早也是苹果开始使用的，现在特指手机应用。时间线来到2022年9月 ，iPhone 14发布。这他妈是 iPhone 和初代的 iPhone 一比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不相关。iPhone 的工业设计真是退步了，或者说库克妥协了太多。这个棱角分明的边框，其实我从12代开始就想吐槽了。为了更换 ID 设计而设计，直角边框的手感远不如前代圆滑的过渡。2.5D 玻璃的取消，在观感上也是打了不少折扣。一届换了多少颜色了？改过不了，换汤不换药啊。iPhone 11做的挺好的，你把它去换了干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有人说是因为采用了超磁吸面板，用不了曲面玻璃。行，理解万岁。不过续航方面的提升还是有的，电池容量3279毫安，在开启蓝牙和 WiFi 的情况下待机，实测5天还能剩余46%的电量。再来说说灵动岛啊，这个争议很大的设计，之前看到一个评论，我觉得非常贴切，叫化腐朽为神奇。它的 UI 动画确实非常优秀，就如它的名字一样，非常灵动而且丝滑，但神奇也仅限于此。 UI 动画再优秀，也是为它腐朽的工业设计擦屁股，掩盖不了它药丸屏的事实。它丑吗？我觉得算不上，但确实腐朽，毕竟打孔屏不是什么新技术。人家安卓阵营玩了3年的东西，苹果现在才用上，难道之前是友商的技术不成熟，现在苹果用的技术成熟了？还有交互逻辑的妥协，灵动岛在屏幕顶部，大拇指得伸得老长才能够到，直接从底部返回或者左右切换，它不香吗？完全是舍近求远。这里我大胆预测一下啊，如果大家坚持使用灵动岛，100年后的人类大拇指肯定长得跟食指一样长。作为曾经的果粉，iPhone 6到 iPhone 10的发布会我都是熬夜看的，
那时候很兴奋，总觉得它能带来新奇的体验。如今苹果可以说是越来越缺乏创新了，除了每年例行更新强悍的硬件，很少再出现一些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。它的创业能力甚至不如某珠海小厂，虽然这个小厂已经一年多没出新手机了。或许作为一个大厂，拥有数亿用户的苹果需要考虑更多用户的体验，并不需要像最初的 iPhone 一样来成为一个破局者，它只需要稳扎稳打，做好老大的位置足矣。再加上高通芯片的拉垮，奇力芯片的制裁，苹果移动端的芯片早已独占鳌头，屠龙者终将成为恶龙，苹果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但还是希望苹果能够不忘初心，为人们带来更多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产品，这才是一个科技巨头该做的事情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